现在这对夫妻不但没了爱情感情，连最基本的信任也都没有了。信任俩字儿，仔细拆开来看看啊，信任、相信并任用，相信在前面，然后才会有任用。不信，怀疑，怀疑外面可能有女人了，怀疑你花钱花得不够透明，那后边就不可能再有任用。这边呢，把自己当成女皇，不但爱没了，把钱也经营没了，最后是光杆司令。所以你的头衔形同虚设，在家庭当中把自己摆得多厉害，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意义。爱是人的高级需求，而信任安全感是人的低级需求。在我们学心理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，所有动物第一反应本能是什么，就是安全感，然后才是说我得吃饱了饭能睡着觉，然后才觉得有精神需求。那么对他而言的话，每天看到你就害怕，安全感都没有，我连做一个动物的权利都没有，那我还谈什么敢对你爱呀？所以我总结一句话，两个人交流的时候心平气和地好好说话，那么俩人好好商量这钱怎么花，怎么有规划。如果只是一方的说都听我的，另外一方你就看着办了，出了问题我看你笑话，或者哪天我再搬回来，我再想办法制裁你，最终结果是两败俱伤。其实我个人看，两人没有原则性问题，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但是累积多了信任就没有了，感情更不用说了。好吧，尊重彼此的安全感，然后再往上发展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于老师。